大家好，我是艾贝尔，为你播报12月5号、6号、7号，也就是这个周末和下个礼拜一的周末运势。首先恭喜的好运星座有摩羯座，参加婚礼哦，沾沾喜气，好运上门。双鱼座的朋友周末无病无忧哦，身体健康，而且想要逛街购物。牡羊座的朋友周末适合家庭聚会哦，亲自下厨，让你倍感幸福哦。两名星座周末特别小心，分别是天蝎座的朋友哦，疗愈情伤，周末不想出门。射手座的朋友周末呢，情人口角持续的冷战了，而且呢不接电话。周末各星座的幸运数字及颜色，火象星座请你用金色数字4，土象星座请你用红色数字8，风象星座请你用黄色数字1，水象星座请你用紫色数字5。